乌鸡，好，哪里哪里？地上吗 ？EMF 五鸡，哪里有钱？哪里有钱？啊？五鸡，滚啊！无聊死了，那么蹲，没办法蹲，哎、欸，可以蹲了，可以蹲嘞、欸，啊？以前不能蹲嘞、欸，他可以蹲，我靠，可以蹲嘞、欸，他可以蹲，我刚没有印象可以蹲嘞、欸，我刚没有印象可以蹲、欸，我刚看到你蹲了，所以才要问的，我们可以玩咪咪了，所以我们以后可以。我们可以踢 bug 死掉的人了。我发现他蹲着跟站起来移动速度是一样的、欸。哇塞，哎、欸，我这个模组的问题，他竟然会去跟哎、欸啊。他会这样吗？他不会，他不会跟空鬼真这样。好，对他身体不会奇怪的倾斜。他是单人。单人找枪零件，零值玻璃找人，坐着的轮廓在医院。还有血袋，收集血袋、哦，很大嘞、欸。我最后一耶。我们只有一个镜子而已，哦，好大间哦！猜猜这次会不会有音效？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！什么？哎、欸，这你开都没有，为什么？没有哎、欸，没有音效，它会有一个有风的声音。没有，刚刚是我开的。哦，我第一次来医院呢。啊，你之前没有吗？啊，哦，那这个跟你讲超好玩的哦，恶灵古堡哎、欸。啊，对啊，后来好像是我跟杰瑞去开，跟哈记玩才有解开来的。还有喵，还有这边有乌毒娃娃，乌毒娃娃那就没办法，没办法了。那光谷，你要不要看这个？看什么？你在这个 ESIT 中间看那个 ESIT。ESIT 光谷嘞？哎，光谷嘞？啊，这个在这里，对对，中间中间。ESIT 是什么？这里啊，这里啊，这里啊，有一个离开。他要你站在这个走廊，这有个彩蛋，两个床的中间，两个床的中间。你靠过去就好了。你要靠很近。哎、欸，不一样哎、欸，这什么？好酷啊！我没看过。哦，新的，哦、是他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好酷哦！我没看过。不一样的，好，再之前好像是立起来的那个的。对对对，之前是会立起来的。说不定原本就有了，只是我们有多种。也有可能。哦、啊，你要看 Crazy 吗？哦，好大哦！这里还在进去，这里还有 call me， 或者是结束后再给他看好。我们现在先慢慢找，还有地下室哎，呀，地下室是停尸间。哦，你知道我现在这已经实况做习惯了，需要讲那种鼠啊、尸啊，我都会把他声音，他给那个声音变成三声跟成，或者变成尸。我们看起来已经是在这已经逛腻了，现在有新人来，我们就是哎、欸，那哦楼下是什么？停尸间？没有，你要讲停尸间。停尸间不能讲大舌头，我们要大舌头一点。我们也不能讲，我们要讲鼠掉。鼠掉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他在哪里喷？要讲，应该在附近哦。我刚刚有听到喷、啊，难道是走廊鬼？哦，这间有声音了。这间我听到了。二啊，橘。可是这个二很淡哦，也不一定不排除是在楼下、哦。OK， 不要在这里丢东西、欸这个。这里啊，这里我刚刚听到玻璃，有玻璃破掉声音。丢。对，这里。好，开收。哎呦，指纹。哎，指纹。好，这第一应该就在那。他打线索了。他、啊、这个现在好多多五级、哦、五级、哦、五级啊。哦，那个相机位置清楚。你说小光吗？你可以直接说没关系，啊！可是我都拿起来了，那我现在放下去，它才会变动，是不是？啊？难道它坏掉了吗？没有，它画面都没有动哎、欸。那现在呢？还是没有动啊？啊坏掉了！它坏掉了！我的那个已经改位置了，所以我们花了1600块买了一个废物。光武，怎么了？光武，不要进去，我们先离开那边。好、啊，为什么我在外面会听到钢琴的声音啊？是我听错了吗？有人结果是你现实中外面有人在弹钢琴，我靠，半夜的，在你那堆田里面，那田里面弹钢琴是怎样？周杰伦哦，为什么是在田？稻香，哭我、哦，哎、欸啊，我看到那个了 ，T-pose 了，啊、ESG， 哦、oh, ，ESG，OK，、oh, okay. GORY 哦，郭荣。OK， 选完了，下一个任务。他不会与 ESG 互动啊？如果有人在附近的话，他不会与 ESG 互动。哦，所以我们刚离开了。OK， 奶奶的话，我只有我有玻璃而已，我来找奶奶。
加油！我需要进去找吗？还是在外面看？我拿到枪跟零件跟鞋带了。都要各三个。什么东西啊？传到我。刚捡到各一。我等鞋带。哦，找到奶奶了。哦，奶奶就 OK 了。那我进去找东西好了。他在最里面那个异形的洞的厕所的某一个垃圾桶。哇塞！哦。那光虎你要射准一点哦。那好，好，来吧，在那边。在哪里？那个柜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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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柜台。你只要看到他碰一下就过了。好 ，easy。他一定会出现吗？你就看，一定会，就等他，对啊，等他有反应的时候 ，OK， 一直射啊，可以啊。可是他应该没有办法。你看一下他的 CD 如何？就是下一枪，应该还可以，可以一直射。其实蛮快的。还有他打下去的瞬间超没有感觉，就是哈结束了。我去确定一下是不是都解了，应该都解了啦。因为你刚刚领那个找奶奶的，我确定打勾了。啊，他反正他就是从那边走下来，你就直接轰他就好了。来，第一下。没有中，第二下，第三，第四，第五，哦，中了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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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为什么光虎已经站在后面，你要站前面的？你在后面杀的是我们的，来了吗？没有，等他一下，他从楼上下来需要点时间。我们要不要上去找他如何？那这要多久？来了来了来了，好了，耶、yeah ！好，给你带你认识 Crazy， 好好你来看看 Crazy。我觉得 Crazy 有点小吓人，因为他还好吧，他笑得很灿烂啊。确实啦，疯狂。你看这个这里这里这里，你后面我看到了，您对他念，我念啊。我的他就念了，他根本没念 crazy 就出来了，他出来了、欸嗯，多少钱？2500、哦，没有那个鹿头，那个鹿头的他还没写进去，那个毕竟是看国外的。一概呢 ，I want to join the cult， 我想加入邪教的意思。我要加入邪教，我想要入教，我想要入教，原来是入教，哦，是入教还是入教了？入教，我要入教。OK， 我要看鹿头。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Where are you？ 鹿头来了，来。哎，凯吉还没，还没移动中。他动了，随便找一下通灵。好了，开始吧。鹿头在哪里啊？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这里，看他的鼻孔很大一个。嘿，来。I want to join the cult. Cult 啦。Cult. I want to join the cult.我想用念的，等一下我发音看。我要用那个复制贴上。I want join the cult. I want join， 我可以直接复制贴上吗 ？I want join the cult。感觉是 cult 应该就可以触发。I want to join the cult。哎，我直接整句打进去，他没有反应。他有了。哪一个？哎，他竟然是隐藏成就哎。啊，就这样。可是你们有跳没了？哦，没有啊，我们没有跳哎、欸。那所以是你们要一个一个人的一个一个触发哎、欸，所以他是单人入教哎、欸。OK， 我入教了，恭喜你！我原来他的隐藏，我今天就在看，我还缺这个隐藏成就，一个是要复活人啊，另外一个是就是这个，又加入不知道对加入邪教，不知道就那我那时候不知道是什么。Give me a sign， 好好好的，会啊 ，you。Where are you? 有了有了看有了有了。You 楼上上楼上 up 没了啊！我给拿起来是跟他说 goodbye 啊！哎、欸，等一下还没完哦。一 R F L O 楼上走廊 E R F L 啊是什么 ？B 没有 U P E 啊 up 了啊。哦、oh, ，B E bedroom 啊 ，R O O N 吧，楼上房间，对 ，R O N 没错，所以是什么 E R L F O 哦，那这样你就可以跟他说 goodbye 了啊 ，goodbye up floor， 然后 bedroom 吧 ，goodbye goodbye， 楼上的卧室、啊，结束了结束了，他在楼上的房间，我问了好久了，那、啊、我看到白色的了，在哪里？什么白色？在。对，在这边，这里有三级，
那个我那个外子染色体有了，那我们可以离开了，他自己一个人。好，好放生凯吉，再见了，凯吉，我会想你的。哎、欸，五级，好，哦、哪里？地上吗 ？EMF 五级，哪里有钱？啊？五级，滚啊！无聊死了。那个已经开好久了，现在才出来，好玩呢、啊。Hello。Nope。有吗 ？Nope。那有可能是 ESG 哦。ESG 有可能是 ESG。我看到了，可是 我看到了指纹了、啊。我看到指纹了。哪里啊？我怎么看不到？哎、欸，为什么在这里才？刚刚我照他没有，气死。啊？有了有了，有指纹了，打勾。哦 ，OK， 虽然我没看到。啊，有啊，他在手把上面啊。啊，我照给你看，你来。哎、欸，就在这里 ，OK， 好。哎、欸，有没有看到嘞、啊？他太亮了，这里太亮了。他要搬动那个手，他才会那个嘛。找奶奶。还没吧？全部人都打勾，我还没按呢、啊。还有一个喵还没按，喵还没按、啊，奶奶还没出现。OK， 可以，奶奶出现了。哎、奶奶出现了。奶奶，你在哪里？我要找时间了。我要找时间。啊，对，老鼠，我找到老鼠了。老鼠老鼠哦，好，老鼠。锅子在客厅。哦，好。那我去地下室找。那我去。哎呦，好，真的老鼠哦。你可以拿在手上玩它。那看起来可以捏一下。二楼有人去吗？有，我现在转了。3:45嘛，哦。我一个好了。对，3:45。地下室房间的我转完了。我也好了。OK，OK， 结束，那、啊、结束了。这个地图真的比较顺。没有，是我们证据找不到。对了对了，这一次比较 OK。我多了一个家具，但我不知道它在哪里，我要去找它。你买了什么？他说一个旧的公屋，我在这里楼上。他就有东西吗？嗯，是什么设计图、哦？银币。波波刚才下来吃饭了，他现在是短毛状态。哈。哪屁有、哦？当然不会长那么快哦，上次才刚剃耶。我怎么知道你什么时候剃的啦？看到他在爬，我要接近他。Hello， 出光九黎，晚上好。他的头在右边，还在走路，他好吵啊！这个灵动反应也太多了。还想说要结束了，多来一点嘛。温度计我目前都在20几度，应该说在10几度了，还没到那个，又跑到20几度，你怎么有什么理由？那你又走到最里面去了吗？哎、欸，还没有走到最里面。我有走到最里面，是我第一个去的地方。是谁？他在外面还是里面？里面应该是在里面比较强，目前4级。啊，那你们先出去，他在玩灯。哦，对，他是单人，他是单人鬼，单人指灯，单人他在玩指灯。这画布放这应该没用、欸、可能要在里头。欸、他画了，里面那幅画 了。哦，里面那幅画了、啊、，OK。哦，这次画的很快的哟、哦。很快 啊，很乖哦。ESG 有了吗 ？ESG 在哪里啊？不在我手上。ESG 没有 ，ESG 出现了。你可以，把话讲完呢、啊。我刚说 ESG 啊，没有，你没有讲完，你就想说啊，是 ESG 还没放吗？有可能、啊。不要进去，你干嘛？啊？那个是两个外质染色体跟零核，然后这两个确认就好了。因为我想要进去照这个东西啊。等一下啦，你等他讲嘛。等杰瑞讲。没外质染色体跟。外染性跟零核是不是？那你对，就这样，就光虎跟杰瑞而已。零核先。那光虎外质外没有，外质出外质给我，外质给我。哦，好哎、欸，就这样。那我们三个先出去啊。Okay. 我们先把画记一下。书在右下嘛，头在另外一边嘛。海浪在右上。哦，确定外质了哈。好、啊，对对 对，太快了吧。好了，有了。NNNNA 的 NNN， 然后。刀剑，哎、欸，他第二阶段是干嘛的？那个找老鼠，哦，有了，老鼠跟刀剑、不是，这个房间里面都没有，我们可以出去找。哦，这把有把刀，我拿了一把刀了。我有一把刀在我手上。哎、欸，那个锅子在十字架这边，嗯，好，那是哪里？就那个D9666那个，那老鼠了。我去二，哦，原来有猫头鹰。原来刀有那个，哎，新冠状安安，刀有那个、欸，哎，有啊，烧掉一个老鼠了。你说刀怎样？刀一定要在某一把刀一定要放某一个架子上面。难怪我那时候按了没啊，真的耶，刀子，我这只兔子刀，你们刀子都、欸、你说那个，那刀子都收集到、欸、另外一把在光武身上。那个老鼠在里面，杰瑞，老鼠在里面。OK， 哎、欸，你的最后一只，哎、欸，不用上去，对，在那里。
欸，不是吧，他出生在这个地方哦，哭哦。没关系，对，剩几把刀。光虎手上一把刀没了。我没有刀了，我只有我，我是老鼠，我是老鼠。那差一把熊刀。熊刀在我这，在我这，差熊刀了嘛，对不对？那快点了，不然他等一下要出来了。可是讲实话，他直接出来，待会就直接抓。我们在这也蛮近的。那我们不用待在这啊，我们直接出去等找啊。那我来转化，我就记得了。对啊，有一个人要转了。好，我有计划，等一下我来挤。你有计划？你有计划？你有什么样的计划？有了，好了，面具捡到了，可以开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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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凿。哎，有人要待在里面哦。蛋这边，蛋这边，蛋这边，找到了，剩一个法，剩一个法法窟。我在里面了，我在里面了。OK， 那我跟光在这边。法窟要法窟，法要法大财。二楼起 clear， 你们可能去厕所那一带看看。那剩厕所。还有那个，我去那个门口那边看。这是无敌点。不知道，不一定哦，不一定。在门口这我捡。法窟啊，不对，这不是。Ogre， 我拿、啊、我拿了，可以按了。可以烧掉了吗？结束。哎、欸，走了，太快了吧！我们前面为什么可以完成这样？结束了，结束了，好快啊！他希望我们提早下班。对啊，他这个比较明显嘞，这只鬼很明显。Yep， 对，这个很明显。他想要早早送客。这只鬼的特警是什么？看看。欸，有一张卡叫 Dead， 然后又有一张卡叫 The Devil， 那是什么？那个也是触发吗？那个是增加他猎杀的几率。哦，增加他的攻击性啊，跟他攻击性。这个鬼没有任何特质。哈，速通团队，超级速。哇，结束了，1750块，解完了，明明。